这个地方不应该有港台吗？胡大姐，要不要我们回头换条路走？挺大一个男人，这么没担当，日本人比你多长一个鸟啊？你都看见他们了，他们能看不见你吗？掉头就走，我们抬一个大活人，能跑得比他们还快。 怎么来个抬棺材的？真晦气！快放！等等！盖个粪兜子，眼睛也蒙上了。赶尸的你们也拦呢？皇军的命令，一律消毒。把棺材放下吧，让他们消毒就是了。 不对劲儿啊！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哨卡上还有机枪，硬碰硬是找没趣儿。这样吧，你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来对付他们。主人怎么会咳嗽？他是你们听错了吧？开棺！开棺！ 这不是宫本大卫吗？你这是……<笑>你以为你带上粪兜子，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啊？本来我想着把宫本大卫给皇军送去，就是奇功一件，没想到你这只眼猫闻到腥味就窜出来了。 这功劳啊，还得分你一半儿。哦，原来胡大姐是要送宫本大卫回荆州啊？不去荆州去哪儿啊？去洪湖啊？那也不是这个方向啊。好啊，跟我回城领赏吧。好啊，不过这个宫本大卫可是我救的，赏金最多分你一成。好说。 放心吧，他是我相好，不会害你的。你不吃，想一辈子躺在这儿？他是长江工作站的同党。 来营救你的，你这人怎么到这儿还没去征话？咱俩都是情报人员，哪来那么多征话呀？徐处长，您受苦了。同是天要沦落人，不劳胡副处长牵挂。天光大亮，你就要睡觉啊？
总比睁着眼睛说瞎话强。好好好，您是处长，我是副手，我向你报告不就完了吗？报告处座，直因帮长江工作站打鬼子，不幸被俘。你看，说你也不信，不信就算了，谁不会睡觉啊？那就看谁睡得香，睡得快吧。陈长官，参谋长，直隶陈立脱险返回。李副官，委屈你了。陈长官得知你今日返回，特意出门迎接。多谢陈长官，咱们进去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洪处长在狱中得了霍乱，被日本人拖出去活埋了。我本来以为他已经殉国，在梦中哭醒了好几次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却听说他已经脱险了。战区接到过他的脱险电报，长江工作站的人也见过他一面，此后他就再无消息。他比你早出来这么多天，就算是早着，也该回到恩施了。参谋长，有没有他的消息？他发来电报说要去武汉刺杀种田工。哼，怪不得魏耀阳擅自行动，原来是有其事必有其图。李副官，现在情报处有张年代行去做，他对本战区的情报工作不熟悉，你要尽快恢复工作，协助他走向正轨。是，我明天就去报道。你去休息吧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只在长江工作站知道他们应急工作的时候，恰遇第十一军特高科一个高级间谍冒充我方人员想混入长江工作站，被知识破擒获。本来是要押回恩施的，可没想到路上遇到日军盘查，功亏一篑，请陈长官责罚。李副官，你没让敌人混进我要害部门，本身就是一件奇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不但不能责罚，还要奖励。多谢陈长官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帮我代劳吧。好说，只要你能成仙。我还用成仙呢？我是什么人？五仙民能把我关在这儿受苦？哎，咱们打一个赌吧，不出今天晚上，他就能把我弄出去。要不，他还想上老娘的床，他连洗脚水都没得喝。哎呀，这个房市长真是绝情啊，把你这么一个家人关在这儿受苦，也不派人来营救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。宫本君，事情其实很清楚，长江工作站的人要利用胡寡妇，他也是为了救你才佯装顺从，这是权宜之计嘛。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他真想把你弄到恩施去，为什么要编出一套规矩不让他们用船运你呢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猪都看出来这个道理，他要不给我通风报信，我上哪儿救你去？那你为什么还要下令把他关起来？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吗？他是好心，不过下手太狠了，把你关在棺材里那么久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。我对自己的相好也绝不袒护，不过话说在前头，人既然已经关了，也算替你出气了，以后别找他麻烦。吴军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的花姑娘我不会为难。那我可放人了。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放过，他就是长江工作站打入监狱的那个卧底。
那个人已经是九头鸟的人了，谁敢把他怎么样呢？我去处置他。他竟敢愚弄我，告诉我假的接头暗号。哼，怪不得你被那帮人像竹篓里捉鳖那样捉个正着呢。这不是愚弄你，是想要你的命。